挑战五分钟，把店里面所有的四十种饼干吃完。吃的比较少的人，拜拜。第十五分钟，比赛开始。哎，各位，你看第一块，还觉得它蛮特别的，还像那个彩虹饼干一样。哦，巧克力酥饼，它巧克力酱真的很多。好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各位，我发现我落后了，我要使出我的绝招。一次三片，生喉咙。各位小朋友，锅我爸可是有练过的，不要在家里自己乱学哦。剩下最后一分钟了哦。不行，我领先两块。我决定，我要使出我的必杀技。天哪，还有这一招！天哪！我说阿丽啊，你这也太犯规了吧！你到底是来卖肉的，还是来吃饼干的？剩下最后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比赛结束，中间一张，阿丽。哇，680块，我要出账吗？食物有没有打折啊？有，现在只要加入我们会员，买饼干都直接打九折哦。好，我什么都加，拜托拜托拜托。